漂亮的沙滩，沙滩上来了好多挖掘机，他们把沙子挖出来。装在大卡车上运走。挖掘机车队走后，佩奇和苏西来沙滩捡贝壳了。哇，好大一个沙坑，里面还有好多小鱼。小鱼好像被困在里面了，我们把小鱼救出去吧。佩奇和苏西挖出一条水沟，小鱼排着队游回了大海。佩奇和苏西又把沙坑填上，再种上一盘小花，光秃秃的沙滩就变漂亮了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啦，喜欢我就订阅我吧。